去打欠人，多给我们点钱吧，钱啊，我们要钱，不给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哎，对，不走了，对，不走了，对，兄弟们，有钱了，这么多钱，有钱了。现在可否让路了？我们要看看车上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玩意儿。走，哎，你们这些人，贪得无厌的刁民。再敢上前，休怪我鳖下无情！谁呀、啊、你这是？回去吧你！什么？回去吧！你们两个怎么被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欺负成这样？无底线的善，就是纵恶！贪得无厌，把那个钱匣子还回来！你这个小丫头，凭什么管这么多？凭我法号悟空，能送你上西天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师傅，居然给我下毒！师傅，大哥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返老还童听说过吗？十几天以后啊，这尿尿都得靠人把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怎么？还有谁想试试啊？谁？啊，你来试试。啊！还给他们，还给他们！不，交给你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滚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多谢姑娘相助。不必，不必。一来呢，我遇到这种事儿，不可能不出手。二来啊，我吃过你们家小姐发给灾民的包子。什么？小姐？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商州。商州？商州水患这么严重，一路上还有这么多匪患，你们连这么几个人都招架不住，怕是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哎，哎，马车里那位小姐，哎，你乱喊谁是小姐？我刚从五华山下来，不如我们一路同行吧。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你这两个伙计都是吃白饭的，中看不中用。你说谁？不如就让我护送你吧，不然就不是我贺九龄。对了，我是京城贺家贺良之女贺九龄，小姐大可放心。我去签一下我的坐骑啊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贺小姐姐用的蝴蝶兰香，味道真别。他说他是贺九龄。公子，他好像把你当成小姐了。本来商州之行，便不可暴露身份。既然坊间也误传，那边将错就错，就让他这般认为好了。是是。